那你陪我放风筝，帮我开导心神，是因为同情我吗？还是因为喜欢我？我会把过去的所有亏欠全部还给你，我们要一辈子恩恩爱爱。你想办法把他给我保住，我一定要生在大年初一，我也要你自己看见自己的孩子惨死在你面前，我看你还能高兴吗？还能得意吗？这么久都过去了，你当真还这么恨我吗？你已经报复我了，难道你还不满足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六点，未来戏剧台独孤天下。